对对，心情还好，还蛮，就是希望整个典礼大家都顺顺利利、开心的。其实心情还蛮平静的。哎呦，因为不能再问我在想拿什么奖好不好？什么奖都好。啊？什么？下一届主席今天这个差不多完的时候就会公布了。现在还不知道，可能应该是你们一定会知道的啦，你们一定会第一个知道。我不告诉你。